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废话咱们就不再多说了，下面咱们就来干啥？下面咱们就来一块来刷这个秘境啊，一块来刷秘境。刷秘境之前，咱们先来一点金币，好吧？先充个648吧，好吧？先来一个648，然后直接就把秘境给他干蒙圈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你没有这个东西，你搞不了秘境啊！2000，最近我运气比较差，总是出到1000的啊，现在出来个2000，我还是比较开心啊！我邀请你们，好吗？刚才那个1000多万的大佬，你往前上一上，好吧？1000多万的大佬，咱往前上一上啊，带我这个上上分，好吗？你看像这种1300万、1200万、1000万的大佬，你退出了一场战斗，等待结束之后才能开始新的战斗，什么意思？4000万的怎么不进？什么情况？进来一个，再进来，哥哥来，进，咋回事？你看兄弟不能邀请，进来1000万的，哎，600万、400万都进，哎。对吧，兄弟？好奇怪，我只邀请来他，现在他一个，这是怎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我重新开一下，好吧，哥们，来重新开一下房。我不知道咋回事，我这个那啥不了，我不知道咋回事，我不能邀请。再进，来，好，这就 OK 了。2个136级的，我去，大概拉掉，我更换个忍者，我换个脏一点的，天守诛仙吧。算了吧，我用我的长门吧。前五玩家准备，快准备三代，快点准备三代，一个35000抗魔，一个38000抗魔，13000，你准备啊，哥们儿，准备，快点，哥哥，带我飞。他拿出了宇智波鼬，我去，他跟他顶，他是说伤害最高的男人。我感觉这次直接能出120的手势，兄弟们，别说出什么封印了，我估计直接都是那个120的了，对吧？110的可能都不够用，都得出120的，都得。哎呀，真是受不了，先生，真是受不了这种，讨厌死了！以后谁再这么跟我玩，我真的就生气的人。我真的可生气了。开始了。我玩长门技术还是不怎么样。很一般，不慌，都要秒了，我去他个老屌，秒了，我去秒了，老屌，这家伙整的我这有点不好意思啊呀，为啥出的是洛言，兄弟们，为啥出的是100级的手势，啥情况？按道理来说不是应该越级强出吗，兄弟们，不是应该直接出110或者120吗，对吧？按说我抗魔值现在自己都达到100了，这不对呀、让房主你才有100啊，房主，整错了，别撞见房间，哎呀，让他问房主你才有120，哎呀我去，哎呀老公，哎白瞎了，白瞎，那他们带我就没有意义了，就算了吧，下一回吧，浪费了个次数，哎呀我去，秒了，直接秒了，咱重新开好吗，哥哥们？重新开，我退出去重新开，好吗？我退出去，咱们重新开，我退出去，能不能把队长转给他？我退出去，对，浪费次数，兄弟，真的浪费次数，我不知道。这是邀请秘境开始，来邀请我，1000万的邀请我，快点1000万的，来个1000万的邀请我，哥哥，无忧，好嘞，来我再邀请人，上。好了，开，直接给我出120，兄弟们，没法玩了，直接出120的手势，兄弟们，哎呀，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觉得到啊，能不能感受到，我不太了解，但是我相信，这一次至少给我出5个金子，5个全是120的金子吗？直接全套，我去，你敢拉爹？那种感觉就太爽了，兄弟们，真的，呼呼的就把对面都干哭了，就。太有感觉了，我直接就是地爆天星，我神罗天征，我十全界，我直接秒杀就行，就干他就完事儿啊，秒，对，我发现兄弟们，人家战斗力高就跟闹着玩一样，那家伙就打啥都一样，都是秒杀啊，这个 boss 又要死了，对，
哦，封印。啊！传说顺身太刀，我去他个老顶！直接来了个传说顺身太刀，来了兄弟们，喝水翻牌，不用喝水了，兄弟们已经出货了，来了个金的，在野店开房就是爽，兄弟们那扑的一下就给出来了，就给老顶上跟仨，拉家跟仨，等级不够是吧？没事儿。咱这个我马上100亿，我要是能出个100亿金的，我立马强刷体力把我刷到100亿，我直接把我体力买满30次啊，用这个5000金币把它买满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出，出的话咱立马秒买，一点不吹，好吧？那个其实可以扫荡，扫荡就不行了，哥们儿，扫荡出的是100级的好吗？我现在是109级，出的话只能出100级的，就没意思了，扫荡没有用。为啥我要让粉丝带我？就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他们带我的话，我能出好东西。还有多少时间才能停止行？我去，秒了！啊，光剩这个东西了，这东西就无所谓了，就只有3人挺好。这个打不打无所谓，再打一次吧，再打一次吧。啊，粉丝，咱再打最后一次啊，再打最后一次不打了。小蓝卷也是最后一次了，已经是最后一次了，不打也行，打也行，无所谓。来吧，再打最后一次，换成自来也，4星自来也，我爱亲爹了，真脏啊，年轻人！大家如果我是你粉丝团，能帮我抽奖吗？抽奖都是随机的啊，再说一遍，抽奖都是随机的，大家千万不要这个因为抽奖而刷礼物，千万不要因为抽奖而刷礼物，再说，抽奖都是随机的，知道没？抽奖都是随机的，好吧？爱了就别勉为其难，你看我也是只是说再见，你的泪，一个人的长宽。我去，什么鬼？地爆天星，神罗天正，我直接秒杀，对，带走。我去，这是个什么大招？是自来也的大招吗？好变态啊！这个分轮那啥时候打起来确实有点猛，不过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又秒了，给我再来个金的，老公，快点金。老屌是真大，越来越过分了，年轻人。行啊，打完了，没次数了，没次数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感谢啊，感谢大哥，小蓝卷不足，看到没有？感谢啊，感谢各位大哥给刷的，看一下刚才那个忍具啊，看是不是？我记得好像是个套装。哦，还是个上级的，真的是套装，兄弟们快看！我去，真的是个套装，兄弟们上级。我去，止水套装。啊哈哈哈哈